时，我就睡。我喜欢吃饺子，我不喜欢吃橄榄。我喜欢橙子，我不喜欢灰色。我澳大利亚人，我的妈妈叫 Heather， 我的爸爸叫 Adrian， 我的妹妹叫 Natasha。再见。你好，我叫林依莹，我八岁，我属猪。我家有四个人，我爸爸、我妈妈、我哥哥和我。我喜欢的颜色是黑色和蓝色。我喜欢吃米饭，不喜欢吃香蕉。我喜欢喝水和奶酪。我喜欢猪和狗，不喜欢老鼠。我喜欢打篮球和看书。我早上八点上学。再见。你好，我叫拉拉，我是澳大利亚人，我叫水，我住住，我喜欢游泳、唱歌、打球、跳舞、看书。我家有三个人，妈妈、爸爸和我。我喜欢吃意大利面、米饭、面条和炸鸡。再见。